中职为了提升台湾棒球竞技水准，特别邀请协助王建民重返大联盟的佛州棒球农场教练团，将原汁原味的专业训练带来台湾。王建民也亲自返台担任助教。你会学到一些以前都没有听过、没有学过的东西吗？其实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潜力嘛，可是那要怎么让他们拿出实力，就是靠要有对的训练。每个投手不可能都是投一样的东西，就是有不一样的东西要加进去。我们大家一直希望把国内的投手的实力能够再培养起来。那加上我们也希望对国内的教练一些训练球员的一些观念能够提升所以我们办这样子的一个营队啊。佛州棒球农场教练团28号开始接连5天，将针对各级投手、打者及教练进行课程教学改造，透过被誉为棒球魔法的训练方式，强化台湾棒球选手的竞争力。记者 Bia 台北市采访报道。